今年我哋香港教区好开心，点解呢？因为喺今年嘅复活节我哋有3500多人咧圣人咧领洗，咁当然又开心啦。但开心之余咧，托翰书记提醒我哋咧，原来新教要继续延续培育嘅，所以延续培育咧，为一个新教又好紧要。咁延续啲乜嘢咧？咁我哋教区都成立一个新嘅叫做教友延续培育委员会。特別在領洗一年至三年呢三年間裏邊咧，我哋希望啲新教友都參加啲唔同類型嘅一啲嘅信仰培育，咁可以係關於一啲禮儀性嘅，或者關於聖經性嘅，即係可以好多唔同嘅方面。但係即係參加有一個有系統嘅延續培育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傾嘅時間，除咗係一至三年嘅教友之外咧，就話其他個教友延續培育。即係話可能你個使四年或者更多年份啲人點樣要繼續加深呢？咁我哋都有啲關於係聖經方面嘅，有啲係普及課程啦，有啲係啲有一個文憑方面嘅，有啲係神學方面嘅，即係各方面都有。有啲關於婚姻嘅，有啲關於倫理嘅、禮儀嘅，特別關心社會方面。咁希望我哋能夠帶出咗呢一個嘅教會同社會之間呢一份關係。除咗先頭講到一個延續培育之外嘅話咧，仲有啲深化、深層次嘅一啲培育，譬如話聖人修院咧呢個日間嘅、夜間嘅一個培育嘅文憑或者學士嘅課程，都有中文大學嘅一啲嘅碩士嘅課程。同埋仲有其他唔同嘅機構，咁所以變咗，如果一個香港教友嘅話咧，今日係好多機會嘅去接受呢個信仰培育。不過我哋就會問，培育咗之後點樣呢？咁所以呢個好緊要，帶出咗一個服務。咁原來我哋學咗咁多，體驗咁多，最終咧就能夠為個人服務、為團體服務、為社會服務。所以今日我哋好開心請到聖人修院咧一個神學嘅教授崔偉文神父，再幫你去演繹呢一個所謂仆人領袖嘅信德係啲乜嘢意思啦。天主教會一路俾人個印象咧，都係一個好神蹟主義嘅教會。意思咧就係天主教會裏邊，即係以神蹟人員為中心啦。咁相對於平信徒咧，就好似喺整個教會裏邊嘅參與咧就好低。咁而神蹟主義嘅意思亦都係變咗喺呢一個教會團體裏邊咧。一方面佢哋亦都係領導，但係同時咧亦都係好似擁有一個最高的權力咁樣樣，咁呢一啲都係過往天主教會俾人嘅一個形象或者係感覺，所以譬如喺一個堂區嘅層次啦，咁就堂區嘅神父本堂就係一方面亦都係一個領導，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係整個嘅堂區裏邊一個最高嘅權力，又或者至於一個教區啦。主教咁亦都係一個最高嘅權力嘅代表。如果至於一個普世教會啦，咁我哋有教宗啦，咁亦都係俾人一種咁樣嘅感覺。咁所以神蹟主義嘅意思就係一個咁嘅意思。但係如果我哋睇翻下教會嗰個歷史嘅發展咧，起初呢啲教會嘅領袖嘅誕生咧，佢係。完全係喺教會之內，同埋係為著教會嘅需要。即係譬如我哋話今日呢啲教會嘅領導，佢哋亦都分擔咗耶穌基督嘅君王啦、司祭啦、先知啦等等咁樣嘅職務。咁其實我哋睇翻咧，教會最早期嘅時候，一個人或者主教佢能夠喺團體當中成為咗一個領袖咧，其實同佢喺禮儀的生活裏面，或者在團體裏面舉行感恩祭的時候，這個主祭的角色，或者是他去宣講的時候要將這個的中途的傳授是繼續這樣來到去講解的時候，這三者的角色是分不開的。不過問題在後期歷史的發展裏面，這三方面就慢慢這樣來到分家，咁變咗咧，就好似形成咗教會裏面有幾個唔同嘅權力，有行政嘅權，咁就係歸好似主教啦，聖事嘅權就好似係歸神職人員啦等等，咁變咗形成咗一種好似教會裏面有唔同嘅權力，咁主要放喺神職人員或者主教嘅身上，但係平信徒咧就好似係相對地咧就只係。是好像是接受他們的領導這樣。教會在梵二大公會議裏面呢，就重新看回這種這樣的歷史的背景，也都是
在兩個很重要的文件裏面，一個就是教會憲章，一個呢就是主教的職務法令，牧職法令。在這兩個文件裏面，教會就很清楚地再將主教和所有的神職人員是放回在同一個教會團體的關係裏面，即換句話說，他們的被召或者教會賦予他們這些職務領導的這個角色呢，完全呢就是為了能夠是為服務教會達至到這個教會的共融，這個共融呢就很具體表達在感恩祭的舉行裏面，亦都呢是表達了在這個活生生的聖傳裏面，因為就是通過了這個教會團體的共融呢，早期教會的生活的見證呢就可以呢是一手一手地繼續是流傳下去。所以凡爾之後的教會，我們仍然是保留著這種以好像神職為中心的這種這樣的教會的這種體制。不過與此同時呢，我們亦都明白到我們將這種體制呢放回去跟團體那種密切的關係裏面，所以呢是形成一種很健康的一種的平衡。這些主教既是團體的領導，教會賦予他們權力，但這些權力呢就好像耶穌基督一樣呢，亦都是只 是最終目的是為門徒呢去服務去洗腳，以致到能夠使整個的教會呢不斷在共融當中呢來到成長的。